爽滑筋道。哇，这么大瓶牛肉，白萝卜，必不可少的红油辣子，这红油也太香了吧。嗯，这个汤特别浓郁，它就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，有那种汤头那种浓郁感。哎，嗯，这个面好筋道，真有腱的那种口感。哎，不是有空就能在家吃的，里面的肉真的好大片，就很好嚼，就一点都不塞牙。我天，真找到宝了。嗯，他们家自行车东西真是太棒了。嗯，兰州就这个味儿。哎，你看见我拉面了吗？